那这个五百年前一家人，正好我也是姓韩，是我们整个幕僚在排行程的时候，那全台湾唯一纪念韩愈的寺庙就是在屏东内埔。那这个五百年前一家人，正好我也是姓韩，所以来到进昌黎祠啊，心里面特别的激动，也特别的开心。